日，王力宏演唱会上有粉丝求婚，王力宏见此状十分开心，还请求大家让自己看清楚求婚画面，并八卦关心手上拿了什么，答应了吗？随后还唱歌祝福求婚粉丝。太贵了，太贵了！我们一起兄弟，前面的人不要挡住，前面的人不要挡住啊！这很重要的时刻，很珍贵的画面。我在二哥的见证下，这辈子都不会放弃你的手，不离不弃。小满大佬，你愿意嫁给我们吗？前面的人，让开让开！他手上有什么？他答应你了吗？那我们接下来这个 Forever Love 就要唱给你们两个哈，我们33000人一起合唱给他，好不好？ 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杯去爱你，从今以后你会是天下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